哈喽，我们看一下二至二向量的加减法与实数积的习题第四题。第四题告诉我们说，哎、欸，这题要搭配如图哦。那如图的话，告诉我们什么？B 点、C 点、D 点这三点，我可以将线段 AE 分成四个等份。那会分成哪四个等份？是不是会分成什么？线段 AB。 线段 BC，线段 CD，线段 DE 这四个得分，题目跟我说，哎，假设说，哎，向量 BE 会等于 r 倍的向量 AB，而且向量 AD 会等于 s 倍的向量 EC。然后题目要问我说，哎，实数 r 跟 s 分别会是多少？那我们刚才说，线段 AB，线段 BC，线段 CD，线段 DE 的长度都一样，对不对？代表的是什么？我也可以说什么向量 AB。 跟向量 BC、跟向量 CD、跟向量 DE 的长度一样。好，为什么我会去想到向量啊？因为题目要问的就是向量 BE 会等于 r 倍的向量 AB，请问这个 r 是谁？而且向量 AD 会等于 s 倍的向量 EC，请问这个 s 会是谁？那我们说过向量很注重两个东西，长度。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向量 AB、向量 BC、向量 CD、向量 DE 的长度。 是一样的。那请问这四个向量的方向有没有一样？那它们会不会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 A 点、B 点、C 点、D 点、E 点这五个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面，代表说它们的方向向量 AB、跟向量 BC、跟向量 CD、跟向量 DE 的方向是什么？一样的，都是这个图的什么？从左边到右边，对，向量 AB 左边到右边。 向量 BC 左边到右边，向量 CD 左边到右边，向量 DE 左边到右边。那既然向量 AB、向量 BC、向量 CD、向量 DE 这四个向量的长度一样，方向也相同，所以第一个步骤我就可以得到红色的向量 AB 会等于向量 BC，会等于向量 CD，会等于向量 DE，因为这四个向量的方向跟长度都一样。有红色这个观念之后，我再回去看题目。 你们跟我说，哎，向量 BE 会等于 r 倍的向量 AB，这个 r 会是谁？那向量 AB 我是不是红色出现过？所以我就好奇说，哎，向量 BE 等号左边这个向量 BE，可不可以由向量 AB 去组成？那我先观察一下图，向量 BE 我是不是可以想成什么？向量 BC 再加上向量 CD 再加上向量 DE，对？那向量 CD 是不是会等于什么？向量 AB？ 向量 DE 是不是也会等于向量 AB？所以我就将向量 CD 变成向量 AB，向量 DE 变成向量 AB。所以下一个等号我就写什么？向量 AB 再加上向量 AB 再加上向量 AB。那为什么这边我会写 AB？是因为向量 BC 是不是也会等于向量 AB？所以这边的话，这三个向量都会等于向量 AB，所以我就将向量 AB。 加上向量 AB，再加上向量 AB，这三个向量都是向量 AB，是不是会等于什么？三倍的向量 AB。那我去对照一下我的题目，题目跟我说向量 BE 会等于什么 r 倍的向量 AB，然后我这边说向量 BE 会等于三倍的向量 AB，所以 r 就会等于三。 好，接着是向量 AD 会等于 s 倍的向量 EC，然后我就去好奇，哎，等号的左边是向量 AD，对，那向量 AD 是不是其实可以借由向量 AB 再加上向量 BC 再加上向量 CD 去表示？对，所以第二步骤我就会写向量 AD 会等于向量 AB 再加上向量 BC 再加上向量 CD。那我们红色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向量 BC。 是不是会等于什么向量 AB？向量 CD 也会等于向量 AB，所以我就将这边的向量 BC 用向量 AB 去表示，这边的向量 CD 我用向量 AB 去表示，三个向量 AB 相加是不是就等于三倍的什么向量 AB？所以等号的左边向量 AD 就会等于三倍的向量 AB。 那我向量 AD 已经又向量 AB 去表示了，那我也会好奇说，哎，右边的向量 EC 可不可以借由向量 AB 去表示？那我们先观察一下图哦，图的向量 AB 是不是左边的 A 点到右边的 B 点？但是向量 EC 是从 E 点出发，从右边的 E 点到什么左边的 C 点？那我当然是会希望说它们的方向一下，所以这时候我就将向量 EC。 是不是可以等于负的向量 c 1因为向量 EC 跟向量 CE 的长度是一样，它们差别只差在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边向量 EC 我就等于负的向量 c 1那向量 c 1我是不是又可以想成什么？向量 CD 再加上向量 DE，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写向量 CD 再加上向量 DE。那红色的也告诉我们向量 CD。 会等于向量 AB，向量 DE 也会等于向量 AB，所以我这边就写向量 AB 再加上向量 AB，那记得最外面有一个负的，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知道是负两倍的什么向量 AB？等号的左边向量 AD 是三倍的向量 AB，等号的右边其中的向量 EC 会等于负两倍的向量 AB，所以下一步我就写因为向量 AD。 会等于三倍的向量 AB，然后我把这个三想成什么？负的二分之三乘上刮虎的负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是因为这个负二是不是跟后面的向量 AB，我就可以想成什么？向量 EC，对。所以我下一步就是等于负的二分之三向量 EC。那这样我跟题目去对照，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S 会等于负的二分之三？所以这题最后的答案 R 会等于三。 S, s 就会等于负的二分之三哦。